新出炉的棍棍面包，今天的晚餐不错。啊，姑姑，你也饿了？那分一点给你吧。这不是新来的傻子佣兵吗？一个傻子背着两把好剑，乖乖交出来，会和面包一样被砸得稀巴烂了。各位请记住，打扰别人吃饭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。找到你了。流星丹。走吧，姑姑。